这一颗是 AMV 的可程式定时器，那如果右下角是指示灯，有通电就会亮红灯，没通电就会灭掉。那这个是目前的时间是 15:16 啊，星期三。那如果时间不准确要调整，就是按下时钟，再按下你想调整的星期、小时或分钟或秒。那我们来调分钟就好了。现在15:16，那我们也是把它按下就可以转了，那把它调为15:16。现在是15:16的36秒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设定时间。那先来看看我们设定的时间是刚刚设定15:15亮，所以它现在会亮。那我们先把它清除。那哦，设定完第一组的 off 也把它清除归零。那先回来这边，现在15:16:58，那我们就设定15:18亮。星期一到星期天的15:18亮，18:30亮。那再按一次设定，15:18的40秒关。这一颗的优点就是可以设定到秒数。那再按一次设定，那回来时间。那我们刚刚是设15:1830秒开40秒关，那我们先把它灯回复，从 off 切到 auto 状态，灯就会保持在 off， 从 on 切到 auto 状态，灯就会保持在 on。 那一开始我们还是从 off 开始，那现在是15:18:30，我们刚刚设定的第一组，所以灯有亮，然后40秒灯就暗了。那它除了可以当定时器，一般也可以当时钟。那以上测试完毕。